龙年发大财，好运到来。2024冬季赛科，这是三分之二的成员。各路北中南东英雄好汉齐聚一堂，希望冬季会好和气。这是另外第二批的鸽子，相信鸽子数量加倍，成绩也会上进。2024冬季赛科，大家一起努力吧。是。
有隔交怪。白鸽大爆发，最强白鸽，白鸽三兄弟，看着全家。海哥，2024冬季海哥。体温照较实在，对啊，收收侪拢无啦。10万的都无得买哦。哎，啊，才讲到遐。
放出。发大财！就是阿妈秘密讲啥？迄个高站塔，阿个老兵了，阿个好。不要再紧张，虽然不怕的，我家里。